路过这里，这家这个老奶奶告诉我们说，他家田埂角落这里有条大黄鳝，他来堵了好多次这个洞，都堵不住，这个田埂老是漏水，叫我们来把它给钓了。我现在已经确定黄鳝在这里了，现在我们能把它给钓起来啊。他说这条鳝鱼有点大，刚刚吃口也是挺重的，我们看把它给撸起来，哦。 吃口有点轻，特别的筋啊，这条黄鳝。好，中了！哇塞，漂亮！哇塞，为民除害，双击关注，正在直播中点我头像，进来看直播。